所以你还是偶尔会住在这儿吗？好用吗？这张床？你躺看看。哎，还不错哎。对啊。你压我看看。直接踩你就好。这是很浪漫的那种。是啊。你要干嘛，文倩倩？你要文倩倩啊！他的臀部非常有弹力。我跟你讲，这是黑人讲的。黑人说你的身材超好的。陈燕州凭什么聊我的身材啊？因为你以前还没嫁人的时刻，听说他去你们家，嗯，他就说大 S 的妹妹，那时候你还在戴假牙的时候，戴牙套啦，啊，对对，戴牙套的时候，不是假牙。他们说你上厕所不关门，然后身材超好，这一段往事有吗？有，我到现在还是，比如说我去外地工作，然后工作人员可能都在房间、客厅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我要上厕所，然后我就会直接上，然后门都不关，然后他们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关门啊？我说 Why？ 大家一家亲啊。